公元1822年，中国商船泰兴号在南中国海触礁沉没。在近两个世纪以后，一个叫麦克哈彻的英国人来到这片海域，耗时三个月，打捞起了大量有月季款式的瓷器。这些瓷器在德国斯图加特城短短几天时间里就拍卖了3000多万德国马克，是世界考古史上最大的一次拍卖会。而这些轰动世界的瓷器来自中国的福建。在海上丝绸之路上，陶瓷是最为重要的商品之一。相对于陆地丝绸之路来说，海上运输是交易沉重而易碎瓷器的最好方法。一艘泰兴号这样的浮船相当于5000匹骆驼的载重量。可以想象，在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之前，世界陶瓷贸易数量的限制和成本的高昂。船帆迎着季风在海上飘扬，自由贸易的市场模式调整着古代中国瓷器产业的布局。于是福建众多而优良的港口资源，在古代互联网海上丝绸之路的版图上，在升腾的摇火中形成了一个又一个釉色圆润流光溢彩的节点。浔浦是位于泉州湾内晋江出海口的一个小渔村。宋元时期，这里就是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紫铜港的所在地。这里随处可见柯壳、红砖墙的闽南古民居。柯壳墙体不易腐蚀，也不渗水。闽南俗话所称“千年砖，万年柯”，但是这些数量庞大的柯壳却并不是本地的物种。这些远洋的货船有回来以后，因为没有货运过来啊，没有货运过来，在那个经过这些大洋的时候，船会产生危险，所以就把当地这些豪客，你看这些豪客都是几百年了、上千年的历史了，就把当地的这些豪客的石头了就装在船上。在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亨利先生都来考察的时候，他还证实了这些豪客他在西欧、荷兰、挪威的地方都见过这个豪客。尖底的海船需要沉重的压舱物才能稳定的行驶。从福建出发的海船在出发时可以装载大量的陶瓷，而返航的压舱物就是这些来自远方的柯壳。日复一日堆积成山的柯壳变成了这种闽南独具特色的民居，年复一年，千年不灭的窑火成就了这里陶瓷产业的发展。在20公里外的瓷灶就是曾经以烧造外销陶瓷为主的重要窑口。吴正红今年76岁，来自台湾陶瓷重镇新北市莺歌，家中世世代代都从事陶瓷行业。
20年前就回到泉州晋江辞灶，对接自己家族的族谱。这个是五四宗祠啊，哦，这代就是咱所有五四徽章的宗祠，就是伫这代了，哦。我们是福建辞灶人嘛，而且我们台湾的姓吴的，他去了，在墓碑上面都有写一个延陵，这边都是延陵，所以说祖宗是一致的。几百年前，吴正红的先祖将陶瓷手艺由辞灶带到台湾，传承了24代子孙。今天。吴正红在辞灶开办陶艺班，为孩子们传授拉坯、陶塑课程，培养手工陶艺的后续人才。90年代以后的搞建筑的窑，它就小了，没有那么大。像台湾的这种窑也不多了，没有了，已经没，等于是绝迹了。这个窑炉像我们辞灶唯一的也只有这边了。辞灶因为烧制陶瓷而得名，境内有许多沿着溪流分布的古窑址，从西晋时期就开始了陶瓷的烧制，到宋代已经远播世界。明清时期，辞灶以烧制日用粗陶为主，运销海外，制瓷技术也传播南洋各地。菲律宾米岸烧制的文奈瓷器，就是辞灶吴姓华侨传授的。不是只有我们这里，包括从这边一直到永春、狮山这边的年轻人都往菲律宾、台湾、文莱、印尼，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这边方面跑。我们这边跟我们这讲的一个小徽酒、中徽酒、甲大徽酒三种。修徽绣就是所做的小的东西，都是比较小件的。中徽绣它做的比较多，大徽绣它会做，装骨头的那个叫做我们叫做金朵，这个是手拉胚的这个记载是这样。晋江县志记载，瓷器出辞灶乡，取地土堪窑，烧大小钵子、缸。瓮之属，甚饶足，并过洋。烧制技艺流传到台湾之后，也延续着对外贸易的传统。我做了仿古发明差不多30年，那时候我做仿古，价钱很好，我开价多少就多少吧。我最早期的一对大花瓶卖一卖，我可以买一部轿车啊。陶瓷这方面啊，自古的民生用品，早期像有外销品，火鸡盘啦、马克杯啦，很多啊，时代在改变，陶瓷是永远断不了的。吴正红现在长期在辞灶进行新的创作尝试，让传统的技术和现代的审美相结合，开发泉州晋江辞灶窑新的种类，以应对现代海外陶瓷市场对产品的需求。金郊乙山就是宋元时期兴起的一处瓷窑。2002年，福建省博物馆、晋江市博物馆联合进行了勘察发掘。在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西坡，就发现了4条长度不一的龙窑遗址、作坊遗址和多处堆积层。2007年底，在它的旁边兴建了泉州古代外销陶瓷博物馆。外销陶瓷我们叫大陆货，看起来比较低端，比较粗糙，这个跟瓷灶本身瓷头也有关系。通过这种走低端的形式的外销，确实改变了这种东南亚一些土著人的生活方式。元代《岛夷志略》记载，泉州瓷器外销多达44个地方，分布在今天的亚洲、非洲各地，
而今天，晋江瓷造已经转型专业生产建筑陶瓷，作为全国五大建筑陶瓷生产基地之一。2000年，被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授予中国陶瓷重镇，成为国家级星火区域性陶瓷建材支柱产业区、国家级技术创新陶瓷工业示范基地。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因不明瓷器产地，欧洲人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1998年，国内考古专家最终确认平和窑为克拉克瓷原产地。2008年，漳州克拉克瓷研究所在分析了几百块残器的成分后，终于做出了一份与明代民窑相仿的胎釉配方。这边的土是那个寒铁，以前都是烧起来米黄釉嘛，米黄釉以前的这个他不懂，以前的人科学没有科学，现在我们经过现在的科学，现在去化验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是寒铁比较高。土还有好几种，要有七八种的一个土，还有那个假蚕石啦、腊肠石啦，哈、哦，石不够白的，要搞那个石英砂，哦，还有那个蜡不够还要加蜡，啊，那个钾不够还要加点钾，啊、哦，粘土不够就要买粘土过来，所以我们这个边龙山呢是比较条件好，就是龙山高岭土矿区都是比较多。漳州克拉克瓷研究所考证了大量的窑址和相关资料，逐步恢复了每一个烧制工艺环节，让这种400年前风靡欧洲的瓷器回到了我们的眼前。2010年，克拉克瓷被录入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并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漳州申请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将南澳一号古沉船中所发现的漳州窑克拉克瓷作为申遗主要载体。作为曾经著名的外销瓷，克拉克瓷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中西交融的文化特色，主要特征是分隔开光绘饰，以折沿宽边大盘最为典型，盘折沿留开光，开光内绘制折枝花卉、吉祥文字或阿拉伯文。克拉克瓷它主要的代表是青花开光大盘，一个大盘子完整的一个填充，中间是主题纹样，旁边是辅助纹样，开光就是开一个个小窗户，画风非常的满。景德镇那边是比较疏朗，因为我们漳州这边主要是作为外销瓷，当时东南亚欧洲那边大量的定制，所以呢窑工们为了赶时间就用写意画法。那我们现在去看景德镇那边，他们非常的精细，画风基本上是以工笔为主。据史料记载，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在17世纪的80年间从中国运出1600万件，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从当时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漳州粤港离开中国的。在这里，数以百计的民窑临溪依山而建，曾被国内外学者称为汕头器、克拉克瓷、交趾瓷、华南三彩的瓷器，经过考古发掘都被证实产地就在漳州。平和南盛或是田坑窑或是平和的五寨窑，是以生产这种大盘大类的东西外销到欧洲为目的，以品种众多、用途很广著称。那包括也有单纯作为贡品，比如米黄釉瓷器、东西窑，它还大量的制造一些日常用品、碗盘茶器类的。那甚至就是说，不仅是销我们这周边，甚至销到了东南亚、日本去。
平和田坑窑的叫做交趾三彩瓷器。最早日本人是把它当成是在交趾支那，也就是越南北方一个地方，以为是那里烧的。结果到80年代的时候，几个日本专家发现我们平和这里出现的模具和残片嘛，哈，就发图给他们。他们来的时候，离窑口几百米就跪下来，跟那个西藏人去那个朝圣一样。郭荣飞收集了大量的古代漳州窑瓷器，漳州窑瓷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庞大的数量出口到亚洲和欧洲的各个地方。可是近400年来，克拉克瓷和漳州窑的其他陶瓷品种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那么，曾经繁荣一时的漳州窑为什么消失了呢？平和窑有一种说法叫出现瘟疫，另一种说法到底是苏姓还是郭姓到相邻的村里面偷砍木头作为燃料来烧瓷，证明说当时的木材到最后有没有已经是很匮乏了。还有就是海禁，燃料的匮乏、瘟疫或是海禁都会对这些烧瓷或者对外交流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福建生产陶瓷的地方有很多，也都曾经有过自己的辉煌。现在的日本国宝中就有4件是宋代福建建窑烧制的黑瓷茶盏。福建同安汀溪窑的青瓷茶碗被用日本茶汤鼻祖村田珠光的名字命名为珠光青瓷。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生产逐渐停滞下来，甚至一度和漳州窑一样消失在历史之中。福建的德化一直以大规模的外销瓷享誉至今，与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并称为中国三大古瓷都。2015年，世界手工艺理事会全票通过，德化成为了第一个获得世界陶瓷之都称号的城市。这里是德化县三班镇蔡京村月季窑，太兴号上月季款式的瓷器就来自这里。400多年来，窑火从未熄灭，是德化县保存完好、最为久远的龙窑，被称为古龙窑的活化石。德化瓷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唐末五代。颜真卿的后代来到德化，根据颜氏族谱记载，其中有一位从事陶瓷产业的叫做颜化彩。颜化彩他专门有一本陶瓷专著叫陶业华，这个实际上呢也可以说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本陶瓷专著。德化陶瓷呢，它各个朝代实际上它有不同的特点，从宋代开始就大量外销，但是德化陶瓷呢最鼎盛的时期呢应该说是明代的德化白瓷。他们当时呢都是被欧洲的一些皇室跟贵族所收藏，那么法国人对明代的德化白瓷呢是非常推崇的，把它叫中国白，意思就是代表中国白瓷的最高水平。这里是位于德化县城郊的祖龙宫，供奉的是一位叫林炳的窑工，德化人称他为窑方公。
是陶瓷业的保护神。传说他成功地建造了不会被高温烧毁垮塌的大型龙窑。从德化现存的古代窑址可以估算出当时的产量，它一窑就可以烧两三万件，所以当时的产量呢是非常大。那么我们在南海一号打捞出来的时候，沉船估计有八万件。那么后来我们在清代的时候，还有打捞出一艘沉船叫泰兴号。泰兴号沉船这里面呢，就有发现了德化窑的青花瓷有35万件。那么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德化陶瓷的生产规模呢，量是非常大，单单一艘船呢就有几十万件。那么根据考古的发现呢，目前我们发现德化窑前线境内呢，每个乡镇都有古代窑址的分布，目前已经发现到239处。德化白瓷被世界称作欧洲白瓷之母，欧洲对德化白瓷的研究从17世纪就已经开始，并逐步形成了一门独特的研究学科——中国白。上下千年的沉淀，形成了德化特有的陶瓷审美文化和烧制技艺，在历史的这一个瞬间，从容地展露出来。欧洲的瓷器发展是受中国影响，那受中国的哪一个地方？的话，在17、18世纪，欧洲人开始不断的，开始仿制德化的白瓷，到最后形成自己的东西。当时罗丹做巴尔扎克，他有很多传说，但是你去罗丹现在的美术馆，可以看到那种陶的那种中国传统的这种关于达摩啊、罗汉这样的塑像的东西，那是不是跟这个有一些沟通啊，或者有一些启发？这个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总是。它有这么一个东西，我们就会去意念，就会去想象。德化陶瓷1000多年的外销历史，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启，经历了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它担当中国瓷器代表的角色，远赴欧洲，激发了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收藏和研制，并促进欧洲制瓷业的诞生，影响了欧洲白瓷和欧洲瓷塑两大系统的创立。贸易不仅仅是商品的互通有无，更是人与人之间一种协作关系的建立。沿着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出发，2000年，一家叫顺美的集团公司在德国哈根建立大型商场，首家设立了德化在欧洲的境外公司。郑鹏飞就是这家企业的董事长。我们现在在做的，跟最时尚的环球影城啊、迪士尼啊、动漫的，你只要现在有什么最流行、最新的动漫影片出来，在国际上，那我这边产品马上就有。那这个跟这个整个时尚啊，这个也很关键，潮流很关键。现在我们跟世界各地有80多个国家跟地区都有在运作，欧美的或者说东南亚的也不少。面对国际接轨的需求，顺美集团在德国法兰克福设立顺美欧洲总公司，并直接在德国设立研发基地和营销窗口，与欧洲工艺设计师建立了全新的零距离协作模式。不到2年，顺美品牌的陶瓷产品就占领了欧洲10%的市场。世界500强的，像迪士尼、环球影城、欧马、塔吉的，
第一门槛就是要能通过验厂，在世界各地你要做到说随时人家能抽检，你能达到它的出口国际标准。特别像几个例，现在铅镉这个是最起码的，邻苯二甲酸啊等等这些，它不能超过100 ppm 啊。像彩盒，你印的里面颜色哪怕一个八口底标超标，那你也不行，也一定要退回。所以特别是一些产品的花纸啊、颜色啊、原材料啊，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你哪一个项目里面出问题，有可能就会造成说整批以后花不了，或者说从国外召回。海外市场的需求一直要求着德化烧瓷技术的变革，不论是窑炉技术、瓷塑技艺，还是产品的设计，德化陶瓷革新的脚步始终与海外贸易相随，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也许这就是德化陶瓷长盛不衰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原因。作为一种被世界所共同认可的代表东方文明文化和科技的元素，在现代技法到艺术、工艺到科技、产业到运营的要求，让陶瓷再次面临全新的选择。从去年开始，我们更加尝试用电子商务的方式把德化的陶瓷推到世界去应该这一次G20 峰会，马云先生也在说我们如何把国内的产品推向全世界，用它的互联网用互联网的思维来做以后进货的市场我们去年10月份阿里巴巴全国第一家 LBS 跨境服务站在德化首家落地，承接阿里巴巴的很多跨境电商的很多事务推荐我们德化陶瓷在互联网上销售到世界各地今年以来我们已经组织了美国旧金山、俄罗斯海外仓的货柜直达海外，在网上进行销售。陶瓷的窑炉经过了柴窑、电窑、天然气窑的不同历史时期，瓷器也从青瓷、黑瓷、白瓷发展到西洋工艺瓷、建筑陶瓷各种不同的产品系列。福建的陶瓷销售历史在最大程度上促进它形成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商业活动带给这个地方开放包容的心态，以及不断吸纳学习的进取精神。它在持续不断的海上贸易中构筑了自己的地域文化，形成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史上一个美妙的经纬度。而今天也许是一种不断自我推动、自我淘汰、向外延伸的基因传承，让福建的陶瓷产业在过去与未来之间重新寻找自己的坐标，等待另一次的释放。